112年敏慧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美容保健科第12届学习成果展演艺术展演开始。各位亲爱的长官与来宾以及现场的同学，大家好，欢迎莅临敏慧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美容保健科第12届学习成果展演。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逸轩。很荣幸可以担任这次学习成果展演主持人。感谢大家特别抽空莅临本次展演，也感谢这次主办单位敏慧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用心策划，以及科内老师们不遗余力的用心教导，使我们的演出更加完美。紧接着为大家介绍本校大家长沈秀春董事长，恭请董事长上台为大家致辞。台南市共举局长非常感谢提供跟我们这么好的场地，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要更感谢敏慧的所有美保科所有孩子，特别今年展现毕展的毕业展孩子们，我再度感谢产学合作所有舞台让我们孩子成长。在座角有家长、孩子的爸爸妈妈、亲属，更感谢你们，你们愿意成为敏慧让我们一起培训跟他一起成长5年的孩子。作为敏慧医生的孩子，终身是我的荣耀。那么我要更感谢我们学校团体团队的老师们，陪这些可爱孩子从15岁到毕业刚好成年。那呢，我之前这2天先把艺术这一个主题成果的一个发表，我已经事先把它传递到国际国内，真的是受到了风评，我很感动，也在这里分享。敏慧秉着创办人对于当时候医疗护理唯一的一颗护校，因为92年经过改制，逐渐增了幼保，增加了96年美容保健科，成为台湾的首创科系。为什么要加保健两个字？我们都知道生命是一个自然美，自然健康的美，我们有医学这一个的概念，医疗的这一个注入正视生命的健康。我们要透过孩子上去学习什么叫健健康康自在自美终其一生。但是为什么这个主题要让他们多元的创意，包括使用的材料，无论是接触肌肤，无论是营养，它都要中西要学习。那么呢，多元的角色在舞台上，他们呈现各种创意，展现在无论是短暂收纳自如，它都可以呈现它的潜能。今天呈现的艺术，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所有嘉宾，所有产学合作的协助的成长，包括家长们、外界，我希望你真正今天透过他们陈述艺术的展出，我相信你会对敏慧的这些美容保健科孩子无限的赞赏跟鼓励。我在这里再度谢谢敏慧教育的精神，谢谢自己坚持
因为敏慧对所有孩子视同各个是我的宝，宝不是宠，我们认为它是无限的自信，无限的能力潜藏。我们要如何透过产学合作，师生一起共同把自信找回来，把它开创无数的能力，无数的空间，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能够达到真善美。所以我们一起在未来更健康、更快乐、更美丽的人生。所以再度谢谢孩子们、老师们、产学合作们，还有家长们，所有一切公务局局长，代我谢谢台南市政府一切，谢谢树谷这个音乐厅，真的很感谢，让我们学新兴学子可以表述一下自己，我多美，我多有能力，我多有生命力，我期待未来是国家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的莅临，谢谢大家健康、平安、幸福、快乐。谢谢董事长致辞，有请本校校长叶自成叶校长致辞。董事长、劳工局王局长以及我们在场的许许多位来自于产业界学校的师长们、同学们，大家午安。首先容许我代表学校对于今天我们包含家长、产业界的代表，还有我们的同学，那么另外也有鼓励我们多时的包含局长在内，全体我们共聚一堂，衷心的表达敏慧对大家的敬意和感谢。感谢家长们的付托，感谢我们师长们的指导，感谢同学们努力所呈现的一切美好的这些展示。也要感谢我们产业端能够诸多的指导跟协助。1996年，当人类要跨进21世纪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倡议，对于21世纪的青年朋友，是一个能够培养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相处，还有学会成长。这项倡议一直以来就是敏慧医专以技职教育念资在资努力的方向和指引。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在许许多多我们同学在学习的阶段当中，我们都希望同学们能够呈现他们最美好的一个展示的成果。108级美容保健科艺术的展示，就是在这样的思维底下，经过一年的筹划，在同学们的努力、老师的指导、产业端的协助底下，能够今天在一个具有艺术气息的树谷音乐厅来展示。希望我们所有与会的师长、家长、同学代表、产业，我们共同一起来祝福孩子们能够以更大的自信顺利圆满地举行今天的活动，让青年有未来，让产业有人才，让社会有发展，一直是敏慧医专近一甲子以来所努力的方向。我深信待会儿在6组的演出当中，这些孩子们本身从他的发饰、彩妆、服装、造型、音乐，
乃至于台步等等精心的演出，希望能够请我们全体与会的师长们给予最大的鼓励，鼓励孩子们以更大的自信迈向亮丽的未来。谢谢大家，祝福各位。谢谢校长致辞。有请美容保健科科主任张嘉玲主任致辞。董事长，还有校长，还有局长，还有各位嘉宾，以及我们的学生的家长，大家好，我是美保科的科主任。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其实大家能够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也开始解封了，那大家可以齐聚一堂在这边能够欣赏我们学生今年108级的一个成果展演。那学生其实在我们昨天就已经有先来预演了，那学生也很可爱说，主任你觉得哪一组表演的最好？其实在我的心中这六组都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的学生的特质就是也刻苦耐劳，所以也深受我们实习单位的喜欢。那也因此呢，我们在今年的学生那也在实习媒合的部分也都全数媒合成功。今年也是非常忙碌的一个月份，那除了学生们的毕业成果展以外呢，在5月19号又是他们的一个受证活动，再来呢就是会再进行他们之后的一个毕业实习的部分。所以呢这个月呢学生就真的在准备当中，他们准备了一年的时间。那刚才有如同校长说的，发型、妆、造型、服装，甚至指甲、鞋子等等，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巧手创意去设计了这样一系列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亮眼的成果。那也经过好几次的彩排，也看到学生的一个成果，那真的是非常的有毅力，而且他们也不辞辛劳，都不会说苦，就是不断的练习。那也感谢科内所有的老师也不断的帮忙验收，然后让孩子们都有在一个学习的成果当中有所成就。再来就是我们的孩子再过来即将也要去实习了，从去年开始我们也做到全新实习。那机构端呢也给我们的学生有非常好的福利跟制度，也让我们的学生呢在职场当中呢，因为大概八月九月他们就要去职场实习了，那也希望呢他们能够秉持着这次毕展的一个精神，也能够把他带到职场当中，在未来呢也能够有所发光发热。那我们也祝福他，也诚心的祝福，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次的展演也能够受到肯定。谢谢。谢谢主任致辞。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与会嘉宾，维信自然疗愈学院创办人暨院长詹嘉慧院长。法国台北婚纱造型师庄雅娟造型师。社团法人台南市美姿美仪美法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李美满理事。社团法人台南市美姿美仪美法教育学会常务监事陈佩玲监事。元气美容 SPA 会馆经理费慧红经理。美雪美容坊经理张美雪经理。明江美容经理王月娥经理。施朵丽专业发型美容主任蔡亮妍主任。嘉南药理大学化妆品应用与管理系副教授林维昭副教授。简单完美执行长杜婉琪执行长。上雄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吴义贤经理。
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陈义展执行长，学成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经理何宗如经理，瑞尼亚生技有限公司执行长王同勋执行长。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现在邀请嘉南药理大学化妆品应用与管理系副教授林维昭副教授致辞。站定位，摄影机才要照到我。董事长还有校长还有局长还有诸位今天参加的好朋友，刚才才发现原来我们之前认识的好多好朋友今天全部坐到这边，我心里真的很感动哦。那今天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代表嘉药妆品系来参加贵校的毕展，那后面同学一定很紧张是吧，包含主持人看起来都很紧张，放轻松，谢谢你们会表现得很棒，好不好啊？这个我们杨副校长说，我一上台大概没有十分钟下不了台，我要精简我的谈话哦。对，哎，其实我跟明慧的渊源很深哦，真的。我举几件事，哎，第一件事情是，我太太是安息疗人，那董事长一定在想说，安息疗跟明慧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每一次要回娘家，我们喜欢走省公路，然后就一定会经过贵校。我每次经过贵校的时候，看到贵校，我就觉得哇，这个学校环境真好。一抬头就看见青山跟绿地，我说哎，小孩子在这边的成长一定是很棒的，一定可以培养出很棒、很优秀的人才。这是第一件。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有个邻居。这个邻居是我儿子的干爹干妈，那他们有一个小女儿，他们的女儿就他就一直叫我林叔叔，然后从小学国中毕业后，有一天妈妈问我说这个他就问我说，林慧昭啊，我这个女儿要念高中了，她对美容有兴趣，你有没有觉得她该念哪里？我说就送来敏慧呀，要不要掌声，对不对啊？是，他后来就真的在敏慧就待了四年，待了五年，更正，五年啊，那表现的也要谢谢敏慧，把小孩子培养得很好。那后来呢，他就从敏慧毕业之后，就跟着到嘉药去继续二技念书。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四下实习，所以我们在二下的时候就送他去施舒雅，然后。他一直到今天大概毕业五六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美容师。我去年年底我问他说，欸，那个雅雅啊，你现在收入差不多多少？他讲了一个让我很惊讶的数字，因为那个薪水几乎跟我的薪水已经快要相当了，我就想说这个小孩子优秀，那所以也要谢谢他，也要带他谢谢敏慧在过去几年给他的教育。那当然第三件事情，有这么优秀的学生，一定是有优秀的老师把他培养得这么好，那也要谢谢敏慧，我们有这么多的学生能够在贵校任教，然后也要借由他们帮助贵校来培养优秀的学生，我也希望给我们这些老师们一点掌声好不好？对，那对我自己在教育界也很多年了，再过几年我要退休了，哦，真的好老，哦，真的好难过，哦，对，不过 我觉得教育真的是百年大业，哦，那我们在教育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小孩子培养好，出社会能够为社会所用，这是我们最大的用心。那我也希望今天的毕展，哎，一定会成功顺利。那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林副教授的致辞，邀请时尚力的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銮珠总经理致辞。董事长，叶校长，还有我们局长，还有我们的
柯主任，在座的先进们，还有我们在座的老师、家长、同学们，大家好，谢谢。我是时尚力的立法行总经理刘銮珠，今天很开心来参加我们美容保健科的成果发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场地哦。我今天走进来，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看到这么棒的场地，我就深深感觉到学校的用心哦。那你看学生是多么多么的幸福。那俗话说了，十年磨一剑哦。我们的美保科的同学们是四年磨一剑哦，可见老师是多么多么用心在指导哦。那给同学们有发挥自信哦，然后发挥潜能的一个激发哦，让他们有更多的多元的一个发展哦。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学习中看到的。我今天比较早来，我就看到学生们哇，在这边的一个彩排展现得非常非常有自信哦。这也是这几年我们跟明慧的一个合作哈，看到的一个成果。那我本身是从事美容美发产业，我已经有30多年。那我们都知道美容美发产业呢，它是一个流行时尚的产业哦。那它需要有更多元的一个人才来投入哦。所以在这边也希望我们美跑课的同学们哦，能够因为我们所学在学校所学跟我们美容美发的产业是相关的哦，所以呢可以互相的一个结合。所以也期许我们接下来在可以同学们可以利用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学习的基础，然后呢即将进入到职场去做实务的一个磨练哦，然后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果。期待我们每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生力军加入哦。那也期许我们同学能够在这个产业里面发光发热，成为之后的明日之星。最后呢，祝福我们今天的展演能够成功顺利，大家能够事事顺利健康，谢谢。感谢刘总经理的致辞，邀请王局长致辞。好，谢谢我们董事长、校长，当然我们嘉耀的林副教授，我们张主任，还有在座的各位企业界的老板、董事长，还有在座的学生的家长，各位每一位同学，大家好。好，谢谢。实际上我是突然而来了哈，结果刚才跟张主任说我不支持的，因为这种场合不要讲太多的话，但是他又突然叫我上来，当然。第一个来的还是刚才张董事长所讲的，我还是代表韦德市长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来到现场，因为能够感谢学校端能够安排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学生能够把他的成果展现出来。那当然展现出来就企图心给在座今天来的每一个业者，我们学生就是这么棒，所以你一定赶快抢，等一下表演完了马上要去登记去了，因为你要想完出去无敌的秋波浪哦。因为实际上真的现在就是抢人都抢得很厉害，因为我为什么我突然而来呢？因为张主任给我邀约的不敢答应。第一个，因为今天我本身办理劳工模范母亲表扬，所以这边首先也代表市长祝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是母亲，就祝大家你本身母亲节快乐；如果你不是母亲，也祝你们的母亲节快乐。另外一场就是跟今天一样，因为我们的第一次踏出第一步。我们台南市政府在韦德市长的创意跟构想，我们跟台积电今天在台南高工办理第一次办跟高职结合办理高职的人才媒合的部分。那当然今天我们的台积电基金会的张董事长亲自来，他讲说我们企业就跟今天来的企业一样，我们必须要踏出一步来担任引路者的责任与义务。
因为我想今天企业者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毕业展的时候，应该想要来引入我们看到学生表现非常优异的时候，要引入他进入职场的部分，在职场上扮演职场达人，才不会辜负董事长、校长跟老师的培育人才的部分。那当然这两个场，所以当然第一时间就不敢回复张主任我要不要来，所以我刚才一进来说你也不说没来你来不冲啊。好，拉回来还是要，还是因为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学校都一样，因为要提升竞争力必要靠人才，就是进入闽会的每一位学生，就刚才我们副教授所讲的，他把好的学生引进给学校，所以我们就要培育专业，把这个学生进来把他培育变人才的部分，因为要变为人才不是一蹦就出来的，一定要靠每一位老师引用时间把他培养出来，当然另外一端也靠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你也用心努力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部分变成人才，当然人才培育完的都希望这一群人进入职场扮演职场达人。那我们不止扮演，那当然今天来的企业主你是来当引路，我们不只希望学生进入职场扮演职场达人，甚至要进一步学校校长跟董事长老师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透过企业把这些人才在进步在职场上实务的培训培养，把它变成在业者的一个领航者，这我想今天我可以当引路，把这些学生引路给企业，企业我拜托你要把这些学生，因为学校端已经把它培养变成这样专业的人才，那你要负责引路，把它变成在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变成一个领航者，大家共同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城市做伙打拼，感谢各位，谢谢。感谢王局长的致辞。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各位师长与贵宾的致辞。美容保健科第十二届艺术成果展演，以艺术为理念，述说着四年来在技术养成上从零到有的学习成果。艺解释为不同及特别，意指在学习过程中难免遇到挫折与失败，一切的挫败并非徒劳，乃是透过重新再制，直到完整呈现。这些不同让我们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自己，让我们借着作品叙述出我们这个作品的故事。现在演出正式开始。第一组，团约尤金。现代影视的发展使得京剧传统文化逐日没落，本创作将传统京剧与现代时尚的结合发想，新颖的戏剧造型带领大家一起畅游这出创新戏曲。Thank you.
第二组惊魂，把游戏带入现实生活，意指着关关难过关关过。游戏中的监管者就像现实生活上的难关一样，要努力不懈去突破生活中的难关。Just what gangsters do.
第三组塞纳编辑以边塞美人为主题，以波西米亚风格融合时下流行元素，去表达出自由不羁的生活态度，主要搭配不同印花和大量的首饰，在舒适中展现华丽气质，拥有独特魅力性感，不被传统拘束，不强调曲线，打造温柔与豪放，流露出极为真实的情感。
世主幻化，从虚幻的游戏中幻化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将游戏中的角色套用在自己身上。
主魅影将美式电影的反派作为题材，以传统的二元对立框架为基础，从所谓的反派角色出发，深掘出电影类型背后的人性复杂厚度，善恶本同源，正邪一线间，将邪恶、魅惑、美丽又具有着特色及性格的角色作为主要的理念。Thank you.
第六组，梦魇。梦魇是逃脱负面情绪痛苦的救赎。梦代表负面情绪，情绪是由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是触碰不到、看不到的，就像梦境一般玄幻。魇代表被负面情绪吞噬的人，情绪控制不住就会失控，从而迷失自我。透过梦魇将情绪实体化，以舞台剧的方式呈现出负面情绪能获得救赎。Thank you.
하지만 그녀와 달리 난 널 쉽게 놔준 감이 없거든 Never let go You don't know me I love your hatred 이별 대신 난 순진한 미소만 오늘도 네 품에 안길래 아무것도 모르는 척 Baby no more relax 너의 곁에 있어줄게 마지막엔 break your heart谢谢以上六组一零八级学生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我是逸轩，我是永婷，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莅临，以及同学们拨空参加此次盛会。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最后，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六组辛苦的技术者及模特儿出场。第一组团约尤金，We can't explain. Maybe we're helping each other escape. 第三组塞纳边机。Who knows the secret tomorrow will hold? We don't really need to know. 'Cause you're here with me now, I don't want you to go. You're here with me now, I don't want you to go. Maybe we're perfect strangers. Maybe it's not for.
六组梦魇。Feeling this way, there's so much we can't explain. 工作人员羡慕。Maybe we're helping each other escape.准备才能带来如此惊艳全场的表演，也非常感谢今天参与的嘉宾，因为有你们的热情参与，使我们的演出更加完整，而你们的鼓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动力。今天的展演将告一段落，感谢今天所有嘉宾的莅临以及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最后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